我也是第一次在节目里做这个创意啊。我的角色就是实现所有舞台歌手们想做的内容。不是，也不是，哎呀，我也没会想，就是，哎呀，你就是，哎呀，就是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对什么对啊？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。我是问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啊？在舞台上，有没有衣服想穿什么？就你们要舒服，你们是表演的人了。安琪是蓝色， Lily 是红色，一开始他们在会在这里出场，两个人站在这，一个人走这边，一个人走这边。要么把加气球都取消掉是吧？哎，自然一点。Yes。彩排怎么样就怎么样 okay. ，Don't move，just focus on yourself。谢谢。